接下来请收看佛教行善功德。若复有人于如来塔以一布施，或十二种殊妙功德，何等十二？一、身体雍直；二、见者欢喜；三、福相光润；四、色相微妙；五、色形无比；六、身无尘垢；七、衣服纤洁；八、卧具细软；九、得大自在；十、命中升天；十一、见解爱敬；十二、速证圆寂。如是功德，施佛衣服或如是报。若有众生奉施衣服，得十种功德：一者，面目端严；二者，肌肤细化；三者，尘垢不着；四者，身遍具足上妙衣服；五者，微妙卧具覆盖其身；六者，具惭愧服；七者，见者爱敬；八者，具大财宝；九者，命中升天；十者，速证涅槃。是名奉施衣服得十种功德。因为有了佛像，那大家才能够在佛像面前忏悔业障，修很多福报。所以今天佛像开光，当然首先要随喜，一定有很多菩萨出钱出力，才有这一尊佛像让大家拜。而且佛像上面盖个袈裟，那又不一样了。你布施袈裟在佛像面前，那你将来不容易生气，开车安全，有钱，外表好看。所以简单的说，你希望得到快乐福报，那你要相信因果，种善因得善果，很简单的道理啊。女孩子，你希望穿衣服很漂亮，很多衣服穿，多供养佛像袈裟，多布施衣服给贫穷人，很简单了啊。各位，你希望眼睛长得很漂亮，皮肤白白啊，多在佛像面前点灯啊。那你点灯，今天很多老人家参加法会，点灯供养佛像，回向给老人家，他健康满愿；回向给祖先，他可以超度。所以因为有佛像，那我们就可以在佛像面前累积很大的福报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很简单的道理啊，布施钱得发财，布施花得漂亮，布施课本得开智慧，布施衣服，那你不会感冒，有衣服穿啊，那你得到很简单。若人以衣施，彼得生爱乐；或色相端严，具惭愧衣服。好施衣被者，
施禅好容色，心善人乐见，快乐得所欲。如果你的小孩子不太喜欢去学校上课，那还有一个方法，布施学生衣服给贫穷的学生，他们就会很喜欢穿学校的制服啊，穿学校制服就要去学校上课啊，那你这个小朋友就很喜欢读书啊，那你希望你的儿子将来读大学可以毕业，那也有大学生很穷的啊，他们没钱缴学费啊，买课本啊，买衣服，那你布施给他们，这个功德用你儿子名字做，他将来至少读到大学啊。所以各位，望你被人家尊敬啊，哦，做皇帝啊，做领导者，做皇后，那你要布施什么？佛像的衣服啊，啊，佛像外面给他贴金啊，佛像外面还有泰国人穿袈裟，因为那是最恭敬的嘛，对不对？以后啊，你就穿皇帝的衣服。啊，穿尊贵者的衣服，所以这是行为果报。哎，习以好衣服，施与有德者，后世常好雅，光润色若金。施衣得惭愧，神仪高圣尊，人相悉具足，读者莫不心，其身常安隐，心事很喜欢。与衣裳者，得好妙色，世间敬爱。那以后各位可以买海青啊，居士来参加法会没穿海青，哎，这件给你穿，他穿了海青，哦，懂得修行庄严，啊，布施出家人的衣服给他，出家人穿了出家衣服以后，他就解脱了，很有智慧了，每天念经啊，所以你就得到他穿这件衣服的果报，啊，你布施很漂亮的衣服，啊，给那些穷人穿。他穿得很漂亮，你将来得到很漂亮的果报。你布施那个很温暖的衣服给很寒冷的人穿，那你将来得到了不容易寒冷、不会感冒的果报。啊，所以各位呢，哦，你的手很冰啊，很冰啊，冬天很冰啊，那你就布施手套给手很冰的人，那以后你的手就不会冰冰了。所以各位了解如此，把自己的缺点变成帮助别人的优点。这就是佛法很好的那一部分。若富有人，布施鞋履供养僧佛，功德有十，云何十种？一，威仪示范；二，相马无缺；三，行道勇健；四，身无疲乏；五，足步不损；六，离荆棘沙砾；七，获神足通；八，仆从众多；九，升天自在；十，速证圆寂。如是功德，鞋履布施佛比丘等，获如斯报。若施于鞋履，供养佛僧等，游行得安乐，常获车骑乘。
供养出家人鞋子，七世不用下厨房做少奶奶，老公是医生，你负责花钱就好了，布施鞋子给出家人，因为出家人穿着这个鞋子跑来跑去，出家人跑来跑去都是在为众生，所以是功德嘛，他不可能穿着这个鞋子去打麻将了，所以各位要福田。若有众生奉施靴履，得十种功德：一者具足妙称；二者足下安平；三者足肤柔软；四者远涉勤俭；五者身无疲疾；六者所行之处不为荆棘瓦砾损坏其足；七者得神通力；八者具诸吉使；九者命中升天；十者速证涅槃。是名奉施靴履得十种功德。那我们每天你要得到什么？你念一下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像前一阵子有一位年轻人在收集鞋子，你有没有布施啊？我虽然无世间的鞋，我嘛甲迄技术工啊，你的鞋替我夹起安尼。啊，无我上外出给鞋，伊嘛不爱穿。布施鞋子给他，以后你的脚健康啊，走路方便啊。脚不方便啊，布施鞋子给人家。台湾正在发起旧的鞋子全部收一收啊，拿到非洲去。对，非洲小孩子没鞋子穿啊，这个叫法力。法力就是你对三宝跟对众生的念一下反作用力。若复有人以钵器食物施佛给僧，功德有十，云何十种？一、形色光润；二、器物具足随意受用；三、离诸饥渴；四、珍宝丰足；五、远离恶趣；六、人天欢喜；七、福相圆满；八、尊贵自在；九、恒生诸天；十、速证圆寂。如是功德，布施器物或如斯报。没有钵，出家人就不能托钵。出家人标准要用钵吃饭，没有钵他不能吃饭啊！所以出家人修了功德，你也得到，所以你远离三恶道。若有众生身施器皿，得十种功德：一者处世如器；二者得善法精泽；三者离诸可爱；四者若可思水，流泉涌出；五者终不生于恶鬼道中；六者得天妙器；七者远离恶友；八者具大福报；九者命中升天；十者速证涅槃。是名奉施器皿得十种功德。各位可能没有用钵供养过，各位以后要去请一个钵，你拿到佛前供养，他们一定会接受的。
播放的。古时候的皇帝一定会供播，古时候的皇帝如果碰到出家人国师，第一个就是供播，啊，上面写的康熙皇帝供养这样，所以以后你也要学着陈阿星供养，然后你播用的越贵，人家就给你供在大雄宝殿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很简单啊，出家人有十个，你就去买十个不锈钢锅。我们中国比较少，如果你去缅甸、泰国，到处都是钵，因为他们习惯了。有多少出家人供为爸爸妈妈供多少钵？啊，钵里面放着袈裟，放着椰子，放着药，这个叫盂兰盆法会啦。啊，用整个钵装了这些，然后供养僧众。所以各位，啊，那我在调查，已经供过钵的举手，没半个。我供过，我举手，你要随喜我的。我经常去供钵的啊，但是各位发愿供钵好不好？便宜的贵的都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钵有功德，释迦牟尼佛要成佛，龙王供钵，供了四个龙王，供了四个钵啊。那佛陀为了公平，把四个钵叠起来，那个线就成为我们现在叫印量器啊。吃饭的时候，不要贪了，这样。啊，那这个钵现在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海龙王那边，啊，所以各位，佛陀是这样成佛的，那我们也要这样成佛。释迦牟尼佛说，我无量世前不断的也在供钵，所以他成佛了，也被供钵，以这个钵来成就佛道。若有众生奉施饮食，得十种功德：一者得命，二者得色，三者得力，四者获得安无碍变，五者得无所畏，六者无诸懈怠，为众敬仰；七者众人爱乐；八者具大福报；九者命中升天；十者速证涅槃。是名奉施饮食得十种功德。恒时行施时，尽兴聚惭愧，得富贵端缘，广饶资处等。若施田宅等，即造僧伽蓝，令彼心欢喜，于自彼身中，一切随所欲。各位，很简单，这个是出家人，他努力在修行，所以你供养食物给他吃，所以出家人就可以做更多功德开智慧，所以你就得到了回报，你也会开智慧更多功德。那你布施给贫穷人，让他有饭吃，他有力量了，他就可以去工作了，赚钱了，所以你将来就得到很有力量，很会赚钱，很简单的意思啊。所以佛教里面很简单啊。那你之所以会被帮忙，是因为你过去帮过他忙；你之所以会被伤害，是因为你过去伤害他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，那各位呢，布施不一样的生命，布施不一样的人，得不一样的果报啊。好施饭食者，后生得命色，有力变大富，无病常安隐。今生喜欢布施饮食，来生饮食充足，身体力气充足，长寿聪慧。若布施给畜生，得百倍福报。如果各位你能够去供养那种很有道德、守戒律、很慈悲的修行人，那不得了了，万倍福报，太重要了。
所以各位呢，我们五台山很多持戒的比丘尼，我们南普陀寺，我们戒权大法师，我们广化，福田广化寺，哇，都有很多守持戒律的修行者。那这样，所以我经常到缅甸呀、泰国，他们也持戒，过午不食，甚至日中一食，每天打坐，这些都是持戒的。你去供养米啊，你去做布施，万倍福报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这样才能够回向给众生。不道不贪嗔，守分而安住，每位施圣贤，彼得生人世，寿命俱舍利，吉祥而无病。若施傍类时，长寿多舍利。对，布施饮食给这些动物啊，布施饮食供养出家人啊，布施便当给独居老人啊，或者各位走到哪里，身上带一把米，嗡啊嗡，对不对？布施啊，所谓孤魂野鬼鸟也可以吃。所以布施饮食得五种力量：命、色、力、乐、变，五种力量。因为命就代表长寿啊，生命快乐；色气色好，力量快乐；变财无碍。所以布施饮食我想给爸爸妈妈供养出家人多做饮食做布施，所以佛陀特别这样交代。佛陀说，能够布施饮食或汤药给可怜的众生，可以得到无尽的功德。佛在专那经这样特别说。那佛陀又在宝云经里面说，是故托钵的人，像我们出家人，每次拿到食物都要分作四分，一分布施给同样修行的人，他没办法出门了，生病了；一分布施给贫穷的人；一分捏下来恶鬼畜生。各位你要养成习惯，因为菩萨道不分在家出家了，发菩提心的功德超过所有出家人的功德。那我们大乘佛教又加了一分，布施父母，七世父母，各位要记得念。那天我有教各位，你每次要吃东西，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、供养一切护法。好，再来念一下：供养父母祖先，七世父母，冤亲债主，供养一切众生。然后拿一点点布施出去，好不好？就是三宝护法、父母祖先、冤亲债主，然后一切众生布施出去。所以一个修行人每次要吃东西、要喝水，都要养成这个习惯。所以帮助除了供养三宝，帮助贫穷了没办法出门托钵了，畜生啊、恶鬼啊、父母祖先啊，然后呢，能够这样吃的人，行善分得无量功德。那吃饭也是功德，喝水也是功德。若富有人施佛创作，或十种功德，何等为十？一，德业尊重；二，世间称赞；三，知解多利；四，名称远闻；五，德美歌颂；六，安和事乐；七，或转轮往坐，仆从众多；八，见者欢喜；九，升天自在，福相具足；十，速证缘寂。如是功德，施佛创作或思圣报。
若施卧具等，当改身安乐。施安坐，受报眷属常爱。施安坐，受报眷属常爱，所以多用好的椅子啊！特别各位法师啊，你每一个法师讲经啊，你要送个法座啊，对不对？那法座上面的蒲团啊，那装饰好的东西啊，类似这个啊。所以各位要、啊、经常布施啊，能够得到三种的殊胜：现世跟未来。现世就是永远在善道里面，不会堕落三恶道。现世富贵，而且将来能够成佛啊！再来，你因为经常布施，不好的也不会跟着你，这些天魔魔眷属，那么乃至不好的人不能够障碍你，所以布施有这些力量。弘扬佛法利众生，不论昼夜转法轮，开启生命电视台，佛陀教义广推行。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，佛要我们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弘扬佛法就要大转法轮。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，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，那利益众生呢，各位就要放生、布施、超度、施食，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。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知道吗？佛诞节过完，接着就是母亲节了。佛诞日定于农历4月8日，是感恩佛陀诞生的日子。这天，佛教徒也会举办浴佛仪式，代表净化我们的身、口、意，因此也称作浴佛节。佛陀的爱如同母爱，将一切众生视为自己的孩子。而父母对我们的爱更是恩重难报，这天是最温暖的日子，不妨带着妈妈参与浴佛仪式与祈福哦。生命电视祝大家母亲节快乐。关爱众生，永不停息。